粉锁。麻烦姐姐，但是我这套衣服。哦，就这一套衣服啊。你要七夕生日快乐吗？喊啊！生日快乐！好啊！七夕生日，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肉肉生日快乐！罗哥，切切，米娜。从另外一头哦，哎、欸，为什么是在那边？现在很羡慕那一场。谢谢，罗哥。为什么站那边？他们为什么站那边？我不知道啊。然后拿工作证吧，拿工作证。我说萨鲁他们。我不知道啊，就出去啊。工作证。好，我弟弟。然后快走，快拿短的，快拿短的。还会走？不需要往那边去啊，只是要去踩。彩排是这样，那你们怎么在去彩排的？这样，因为都还没放你进去啊。不然让他们跟你吗？没有，就已经麻烦了。那个的后面。他们从哪里走？七七生日快乐！七七生日快乐！肉肉生日快乐！米娜，卢卡，好棒！生日快乐！卢卡，加油！电玩长，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大海。在今天，我相信蛮多人要来立礼的，花了非常多的相机。我相信，我也知道大家在期待是什么。现在这个时间点，我们要来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本次的一个舞台活动了。我们第二天的第一个舞台活动，那非常多人的这个时间点，我们要来介绍一下来自的宠物岛 Lively Island 的一个故事哦。那这一次宠物岛 Lively Island 是首次在台湾跟大家去见面，那这次参加夏威夷电玩展，要跟大家提起一件小小的事情，那就是本次的舞台在 S020 由我们宠物岛 Lively Island 的一个摊位，跟大家小小的报个雷，在我们等一下1:30的时候 AKB48 的人员也会到这个摊位来跟大家一起共襄盛举，所以大家可以记得这个时间点 S020 的一个摊位，那来感受一下可爱宠物的体验之旅。那这次呢，要跟大家提醒，宠物岛 Lively Island 是一款培育宠物的一个游戏，有不可思议的这个 Lively。那 Lively 的话，它是一个宠物，通过炼金术所打造的。那游戏从2003年就已经推出了，这么算，已经来到20年的时间点。而手机版的部分是在本次2021年的7月15号。那这么想，已经是就我们2周年的时段了。那这次也跟大家提醒，除了可爱疗愈以外呢，也有些脱离常规的角色和道具设计，也非常受我们玩家们的欢迎。现在的玩家已经正式突破100万人了。那当然，我们这接下来也要跟大家在这个时间点再次的提醒，记得等一下我们 S020的摊位，跟我们宠物岛 Living Island 的一个活动。那接下来来到了各位最想一起来参与的时间点了，让我们在这个时间掌声来欢迎一下本次宠物岛 Living Island 邀请的活动嘉宾 AKB48TTP 上台，让我们用掌声来欢迎他们精彩的演出。
是蔡雅恩面面。大家好，我是光年油价卢卡。大家好，我是刘雨晴七七。大家好，我是潘志颖妮娜。妮娜。大家好，我是蔡油卢道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佳丽丽子。那我们现在最后一步，让大家好好拍照好了。我今天舞台比较近，还比较深，好多人哦。
开油的神明，大家好。
Yeah.
有什么想要跟大家介绍的地方？如果大家还没有入坑的话，有吸引你的话，等一下听完马上要下载起来哟。好，那么就由我来先分享吧。好，我最喜欢 Disney Island 的地方是它有很可爱的道具，就是小岛装饰跟衣服。因为我是一个充满少女心的人，我最喜欢那种粉粉嫩嫩的颜色，对，就跟我最符合。两张阿卡也有可能换到 S 阿卡，所以非洲人也可以用欧洲。